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先来做一个肉的部分？东坡肉呢，一般都是会细细嘎嘎一块一块。今天呢，要做的就是小小的，让你吃起来不觉得腻，所以我们叫小东坡。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好可怜啊！因为疫情啊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做料理跟大家分享。好像有稍微比较可以开放一点点，但还是要守好边境，要守好，大家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。很快呢，要过年了呢，一月31号就除夕了。今年过年我就是要来跟老师学做年菜，但说是年菜，其实也是家常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平常也可以吃，改良版的。对，我看秀气呀，我们叫小东。坡啊，这个小东坡其实它就是很简单，卷折这样子的一条一条的这个五花肉。五花肉，哎，这条好漂亮。对，你喜欢油脂多一点呢，你就选啊，稍微有一点这样子的肥肉。那其实有肥有瘦，好，安利起来，油脂就很漂亮。我们要做小东坡，对。那这个肉呢，其实你看哦，像这样安利一块，对吧？哈。然后我们烧的时候，一直丢，丢掉之后，剩那里面，还有剩那之后一嘴。就差不多一口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把它切得这么小一口，那等一下烧出来就变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肉呢就要切大气一点。嗯，对，大块大块的切，大块大块的切，大概一块大概7-8公分左右。对，你这一条差不多切的哦，五六块安尼哈。烧肉呢不要小气，肉吼它的香气喜爱扣量稍微有一点量一小口，相辅相成，那个肉的一定要做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刚刚讲油汤嘛，没力气，对对对，你去吃别人的控肉饭，你会觉得比较好吃啊，对，因为它很多哦，所以那个大鼎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姜蒜。姜跟蒜，还有辣椒，那也不用太多，太多的话它就会盖过那个整个都是那种很辛香料的味道。八角大概就是3粒到4粒，然后蒜头，有的人喜欢放葱姜蒜，那个人的经验呢，其实我有时候比较单一，就是放一个蒜而已。哦，只要放蒜头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？一般外面他们都会放葱姜蒜，还有那个什么肉桂啊，什么很多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不晓得。因为它的肉如果没有经过盐血哦，肉味比较重，所以它必须要靠很多的辛香料去盖掉。对对对，那你的肉有盐血过了。所以其实它就没有特殊的味道，所以你就要这个就越简单越好，配料越简单越好，对对对，呈现食材的原味，对对对，这样煮出来就够好吃了。好，那因为肉本身有油脂，所以我们油不用放太多，不用放太多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先炒料啊，对，先炒辛香料，对，哦。这个辛香料改变了一个五胖胖胖的呢，对。然后，所以你锅子一开始选的时候，就是可以选可以炖的锅子。对，可以炖的锅子，因为如果你可以用这个平底锅炒锅，先把它炒香。是，然后你得爱个刷哦，啊，你选那个已经可以炖的炖。对对对，可以炒可以炖，因为它这个锅子它本身很厚嘛。对，就搞了，所以你可以炒嘛。那一旦它加热受热够的时候，它其实它蓄热度很够哦，对对，它持续一直在热，它只要小火就好了，相对你就会省瓦斯，而且包出来的东西呢，炖出来的东西它会很好吃。如果是那个锅子薄薄的话，其实香气什么都会溜走了哦，你的薄皮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你看哦，它颜色上去了，再因为我们还要炒糖色，所以我们不能让它整个颜色都是金黄色再来炒糖，因为炒糖要有一段的时间，是，所以我们来，好，先来炒糖色，好，好，所以你进来呢就不要管它，因为糖加热它是会软，所以我们慢慢的烧，其实不用怕，很多人就是这个时候也得给关小火，对，很怕锅子焦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锅子为什么要选厚？的原因就在这里啊，你看它受热很平均，它糖都软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啊，糖都软了，然后它其实去爆香的动作还是有，让它这样子软化，这样就是焦糖色。那我们再让它上色一点，如果你不要让它上色太久太黑，它就会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肉放进来了，大气的放进去了，哇，好，有没有？
哈，这样子感觉就像酱色上来了。哦，有有有，有没有？还没放酱油就已经有焦糖色。对，这是原本糖的功能。对，啊。哦，好香，嗯，超级香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虽然炒了有酱色，对，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酱油，因为一般卤肉呢，很多人就会放很多酱油，有没有？对，啊，大阿伯，哎，把弄就哦，有没有？大概两大匙。对，好。那酱油的比例很少。对，很少。因为我们要烧到它收汁嘛。嗯，对。所以它等一下酱色就会很漂亮哦。绍兴酒准备好了，要水对不对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全部都可以放绍兴酒，盖过肉一公分高。好，那酒来，酒来。苏东坡常讲说，原的东坡肉就是少放水，多放酒，火候煮食，它就自然美。我们一般都是会放绍兴酒，属于酸性的，所以它可以有软化肉质的效果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大概要盖过肉的水量跟酒量。好，我刚刚有说它最后它会油出来，油亮。对，有没有？现在是不是油出来了？有没有？有，好漂亮，完全不一样，是稠稠的，琥珀的颜色啊，汤汁已经浓稠了。这时候就已经好了，哇，这个汤汁标本可以再加三碗。锅肉已经好了，所以我们把青菜放进来烫一下，要摆盘。整朵的青江菜这样子。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在水里面加油？加一点油，加一点盐巴。盐巴，油就是让它看起来油金油金。对啊，那加盐巴是保持蔬菜的脆绿，然后蔬菜也有味道。我们的秘制酒香小东坡完成。